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Doris 推介啊。今天咧，我就带大家看看荃湾西站上盖海之恋一间两房的盘啊。咁啊，实用面积咧呢度有529尺咁多嘅，我哋即刻去看看呢个单位有咩吸引之处啊。首先咧，望到呢一个向南的青衣桥景啦，呢度又舒适，而且望到海景嘅。个露台位置咧都好适合去做晾衫。咁入翻嚟客厅呢一度，户主咧都住得几新净噶，即系几乎好似冇乜点喐过咁样。咁我哋望下个开放式厨房先啦。这个 U 字型嘅摆放空间咧都好足够，同埋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水龙头咧系喺呢个位置啦，咁唔会弹湿晒。我哋先去主人房。主人房呢一度咧有一个尺半左右的深度的衣柜位，景观呢同样都是望翻海景啦。海之恋真的很方便的地方嚟噶，一出去海荃湾西铁站咧就已经是上到嚟平台就可以回到屋企。而且咧有好多大型嘅購物地點啦，商場一直連貫有咁多個有蓋天橋啊，去到各個大型商場購物咧，同埋消閒娛樂啊、飲食啊都一應俱全噶啦。咁而即係購買嘅，除咗個單位內容質素啊、景觀啊、大細之餘咧，都要買佢嘅地點嘅。咁相信呢一個位置咧。聽完剛才我講解，大家都會有啲心喐喐，會想過嚟逛下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心動嘅感覺咧，就即刻聯絡我啦。我係美聯物業卓越庭分行 Doris， 同埋大家咧記住去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美聯物業嘅 channel， 咁啊留意多啲我。咁荃灣區咧各個大型屋苑啦，或者係上車盤咧，我都會去拍片噶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我係 Doris， 多謝大家。